不唱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作为，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，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凡他所做的，尽都顺利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难相抗疲，被风吹散，因此当审判时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会中也是如此，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